方总，一时三分，我们留下一份备案。到目前为止，有几个人接触过镖叔？除了我和王副总，四位专家只知道他们自己做的那部分。那就封上，另外准备一份，我带走。东平这事儿可闹大了，市委的余书记做了政要的批示，还有他的联防队员把常建的妹妹当卖淫女给抓了，督察队正在调查此事。这个混淆，这回啊，娄子捅大了，老天爷也救不了他。督察队抓着这个事儿不放，一旦定性为敲诈，那肯定移交检察院，那麻烦就大了。您看这样好不好？让东平写一份辞去公职的报告，您再找梁局谈一谈，尽可能把这个事情往后拖一拖。我听说啊，市委的领导班子该换届了。他们该换届，我也该到点了。陈书记，这些年你没少帮助我，如果我能留在市局的班子里。云山，我是想让你接老梁的班儿，市委组织部的几个部长我都谈过了，余书记那儿我也说了。哎，那余书记怎么说呀？他说老梁还不到年龄，还能再干几年。你别着急，这个事儿慢慢来。我不着急，这么多年了我不着急。早一点把你提上来，我才能够安心的退下去。那就谢谢老领导吧。哎，政法委调查常见的事儿，你们局里有什么反应啊？说什么的都有。常见这个人呢，我了解，当兵的时候他就跟着我，他就这样。你说他在政法委拍桌子、摔杯子、耍态度，这些我都相信。他就这么个脾气，他早晚会让这个脾气给毁了。可是，要说他受贿，我不相信。嘿，你呀，和老梁一个毛病，护犊子。我可不是护犊子，你看这些天吧，常建他对我满肚子意见，甚至私下的在调查我。可是我还得实事求是的说呀，常建这个人他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我也不希望他出事儿啊，啊，我们要抓紧时间调查，如果属实，不能姑息迁就；如果不属实，还他个清白嘛。魏刚，你可回来了。我说过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有人冤枉常队，说常队收受单科红的贿赂，他和单科红……胡说八道！我是不是那个人啊？他是不是就是我骗你们钱？你看，我不是说了吗？常队是被别人陷害的。有人陷害他，你们督察是干什么的？是干办的呀！我们这不是也为常队抱不平吗？抱不平管什么用啊？痛哭流涕也不管用。但有地方，你知道你们督察是干什么的？不能光紧逼我们警察，你们还要保护我们警察，保护我们的荣誉，保护我们的荣誉。督察条例上有这一条。对，雷哥，你说的对，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警察。常队的这个案子你放心，我们一定把他查个水落石出。
1849年出产，果然是百年洋酒啊。哎呀，这个事情的事情啊，真有意思啊。当年往这个瓶子里装酒的人早已故去，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百年以后这瓶洋酒能够漂洋过海供两个中国人来品尝。黄总、您倒是蛮有诗人的气质啊。你还别说，我像你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就想成为一个诗人，整天就知道写呀写呀写呀，写了大概有这么一大摞。后来让我父亲发现了，他看了看没说话，顺手就扔进炉子里去了。他说啊，整天写这些无病呻吟的玩意儿能当饭吃。从此一个诗人的梦想破灭了。从此啊，世界上少了一个诗人，却又多了一个企业家。诗人也好，企业家也罢，只要小燕喜欢比什么都好。燕儿啊，今天是个好日子，为了明天好事成双，今天咱们得一醉方休。来，干杯。你要是把我灌醉了得送我回去。为小燕服务是求之不得。黄总，嗯，我看你是想让青苹果早熟啊。但愿这个百年洋酒能让你我心想事成。来，干一杯。燕儿啊，等天鹰大厦中标以后，我领你到欧洲去逛一逛，让咱们摆脱尘世间的烦恼，好好的玩一玩。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今天真是太高兴了，我破例陪你多喝几杯，分享一下你的快乐。是咱们的快乐。黄总，嗯，我去一下洗手间。哎，小燕儿，嗯，快点。喂，黑蓝色福特车。车牌号是江 A 99988。听别人说，脚心上这个穴位，一捏它疼的话，就是心脏不好。看来你的心脏没问题。我要见常进。哦，常进他出差了。我要见常进。好，明天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我要到他家。常进他爱人生病了。去了，不去打扰人家啊。常见比你高，啊，对对对，是比我高。常见救了我，我要感谢他。嗨，这都多少年的事了，咱不错都感谢过了吗？常见救了我，我要感谢他。好好好好，明天我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咱们去好好感谢感谢他，行吗？哎，你俩来干嘛的？别提了。
葛梅，这个人我见过，你过来。我看看。在夜总会的时候啊，我跟小张啊一块去调查菲菲的事情，这个人猛一看呢特别像我师父。他进来到歌舞厅啊，找一个叫吴文的女孩，当时我就纳闷，我师父不知这人呢。后来根据那个女孩介绍的情况来看，我断定她不是我师父。再以后啊，我就没见过她。后来这件事情啊，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们马上把这个事情汇报给梁局。好。喂，你好，督察队葛梅，哪位？我知道你是常队最信任的人，请你转告常队，有人冒充他，这是陷阱。喂，喂，喂，走。当然负责，我黄金鼎说话从来是算数的。那好，我已经回不了家了，你把我送到哪儿啊？郊外。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就你和我吗？就咱们俩。小燕，自从那天你出现在我眼前，我就一直期盼着这个美好的时刻。黄总，我又不是什么好女人，你干嘛喜欢我？不知道，说不清楚。感情这个东西呢，真是说不清楚。只要一见到你，我就年轻快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你坦白，你都和多少女人说过这样的话？我可不是逢场作戏的人。哼，那好，今天我也跟你认真一次。那还等什么？走吧。你们提供这个材料很重要，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推断。有人害怕单可红把举报材料交给常建，所以才设置这个圈套，既劫走了材料，又诬陷了常建同志。设置这个圈套的人不得了啊，肯定和我们公安内部有联系。魏刚，在没有找到假常建之前，先不要声张，以免打草惊蛇。哎，梁局，那我师父怎么办？不能一直还蹲在紧闭室吧？就三天吧，他也该歇歇了。魏刚，即使是大海捞针，也要找到这个假常建，找到了这个假常建，才能替常建同志洗清不白之冤，也就扯出了幕后人。我总感觉这个幕后人肯定是黄金鼎，也只有他害怕单可红把材料啊送到我师父手里。
证据，重要的是证据。葛梅，你再找一找单可红，想办法说服他配合你们调查。南局，我们不是没找过他，找他他不见我们，打电话电话也不接。会不会单可红在黄经理的威逼下参与陷害了我师父？有这个可能，但是概率不高，这其中肯定有其他原因。葛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梁军，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哎，我怎么觉得这个房子在转啊？转转转转！不行不行不行，我走不动了。我去洗个澡。燕儿，燕儿，喂，哟，丽丽，哎呀，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啊？黄总，你是不是把我忘了？哪里哦，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大美人。算了吧，你别再糊弄我了，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一个都不接。哎呀，警察到处在找你，我怎么能让他们知道我跟你有联系呢？在有人的时候我不敢给你打电话啊。哎，你那气候怎么样？我没心思跟你谈天气。我问你，你现在真的是一个人？当然是一个人了，我怎么能骗你啊，丽丽？你撒谎！你现在身边就有个女孩子。哎呀，我说丽丽，我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时间去泡女孩子呀？黄金鼎，我告诉你，你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为了你，我把家都扔了，到头来还是没留住你的心。我现在才清楚单可红为什么要和你离婚了。你今天是怎么了啊？疯了？有话就说，没话我就挂电话。你是怕浴室的那个女孩看见吧？你现在哪儿？我现在就在你楼下，如果你心里没鬼的话，你就把门打开吧。丽丽，你可千万不能回来，警察抓到你那麻烦可就大了。哼，黄金鼎，你以为我怕警察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早就不想在外边东躲西藏了。今天咱俩算完账，明天我就去公安局自首。我的姑奶奶，咱们明天晚上约个时间谈好不好？明天我招标，你就饶了我今天晚上啊，成不成？黄金鼎，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对我已经厌倦了，但是你如果你不想找麻烦的话，你明天再给我的卡里打60万，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做点小生意。你痛快说吧，行还是不行？行，要什么都行，要我的脑袋都行。黄金鼎，你看见了吧？我告诉你，如果你说话不算数的话，可别怪我宋丽丽不客气。
给谁打电话呢？黄总，一个人要地号，不给他告急了，你可是。哎，洗澡去，我等你啊。燕儿，床上等着我。赶快洗澡吧。在家好好养病，你上这儿来干啥？你说你忙要出差，怎么会待在禁闭室？这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回家以后再跟你解释。为什么现在不解释？你到底犯了什么错？其实没啥错，就是我的脾气。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春雪，你得相信我。天凉了，我给你带了件衣服，穿上吧。站在这间房子里，我照样是个好警察。小燕，口渴了吧？哎，我给你泡了杯茶。好。我喝茶可是睡不着觉。你今晚还想睡觉啊？
我去铺床啊。哎，好。上床吧，小燕，快点。黄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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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时间制作到礼物，保证质量啊！啊，不要露出马脚，快快到礼物。小燕，黄总，
哎，韩老长姐，谢谢啊，韩姐，委屈你了，委屈他了，犯错误了。哎，咱这谁跟谁还来这些客套？老头，苦丁茶，去取货啊。长剑，关你禁闭的事我是刚刚听说的。那天局党委开会的时候我不在，正好分局有事儿。哎，我要是在的话是绝不会同意关你禁闭的。哎，这样我马上去见梁局，建议立刻召开党委会提前解除禁闭。马局，不用，我就全当是在这休息三天呗。休息？你休息得了？就你那个脾气我还不知道，你把这口气能咽下就算长了度量。还有春雪的病刚刚稳定下来，你放心得下？我跟你说，那个诬陷你的人让我抓住了，我绝饶不了他。谢谢。我刚进来的时候我是想不通，就像你说的，我咽不下这口气，知道吧？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我的错我改，谁要想不让我趴下，那绝不可能。这就对了。长剑，咱俩可是老战友啊，我是绝不想看着你趴下，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来诬陷你。长剑，有件事情我必须向你道歉。金盆派出所错抓了你的妹妹青青，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你说那个向东平啊，为了完成那些罚款指标，竟然雇佣联防队员随便抓人，这简直胆大包天了。当然这件事情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已经向局党委递交了我的书面检查，同时呢分局党委也召开了会议，形成了三条意见。第一，对这个向东平撤销其派出所所长的职务，记大过一次的处分。第二，立即解散金盆派出所雇佣的联防队员。第三，向那些无辜的群众赔礼道歉，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你看怎么样？青青被错抓，我是他的家长，碍于我这个身份我必须得回避，但是对于金盆派出所今天的变化我痛心疾首。刘毅当所长那会儿，啊，金盆年年是先进，是个模范派出所，怎么一到了向东平的手上就一落千丈了呢？管片里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我就在想，我们这些民警，啊，为了保一方平安，披星戴月，甚至是出生入死，可是为什么老百姓对我们还是不满意？为什么？说到根儿上，就是因为有个别的民警的不良表现，已经大大的损害了警察整体的形象。至于向东平的问题就更没那么简单了，他敲诈港商林达雄实际上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而且在暴力袭警案当中他就在现场，他在那跟人打麻将。他都和什么人在一起啊？我们正在调查。看来陈书记说的对啊，就是老天爷也救不了他们。老哥，我想给你提个醒。说吧。有人反映你跟黄金鼎的关系太密切，是不是听单克红说的？你别管是谁说的，我就有句忠告送给你，跟黄金鼎这种人不能走得太近。长剑，咱俩可是老战友啊，你应该相信我，而不应该去相信单克红。你误会了，其实我跟单克红根本就没见上面，也正是因为我们是老战友，我才给你提这个醒。你的提醒我记住了，你也是为了我好吗？可是作为一个市局的副局长，我还是能够把握自己的。再见，我走了。
是的，按照规定，值班员是不能进禁闭室的。